哇塞，这边竟然中华队加油哦！对，哇塞，我现在啊这几天都有在打卡，可是因为我都去的是活动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正常的出来打卡。我今天就特别的轻装上阵出来打卡，我没有带脚架，这边玩是真的难受了。大哥好，飞天的还是遁地的？遁地的，没事，有紫卡就可以打看看，黄卡太多了。跟大家讲，汤姆熊欢乐世界，我一直很想要拍这一个，因为这个其实超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抓得得当的话，照理来说你每一次的投钱都可以抓到很多的那个票券。你看哦，它的橘色是50，所以你就专抓那些来去增加自己的票券，然后你又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 bonus 的。但只可惜在汤姆熊欢乐世界这边呢是不行拍摄的。有啊，对，突然的想到，对，我等一下也要打，可是我突然想到，僵尸就跟我讲说今天是有陀螺可以买。这个吗？应该这个不是啊。有新品的陀螺吗？哦，还附一个发射器啊。哦，好，等一下晚点来买。我呢还是有继续在玩陀螺的好吗？只是没有积极的比赛，但我还是有在关注陀螺。而这个关注的最主要是僵尸猪会一直告诉我说，哎，陀螺呢有出哪些东西，你要不要去买？奇拉鞋有这么厚？哦，哦，不是，我过来这边是干嘛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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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这边帮大家拍画面呢。谢谢。对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真的是跟阿健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存在，我只要在就是初五级没了啊，还有没有东西？没差，我来练。好啦，咱们继续练习了。Here we go again。虽说这一次没有抽到，但还是要继续练习。这一次没有打得很好，但右边呢出了个极冻鸟，15吧？17，再烂也有17哦。我看电脑会给什么？精灵球。我看他是不想给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一台里面呢是有凤凰跟我们的极冻鸟这两只。凤凰呢是有紫卡，所以我决定前来拼搏一下。在楼下。没有喊出来。第二场千呼万唤使出来，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出现，初次登场。他真的很爱直接掠过去。哎呀，可惜，但有打到，还蛮好玩的，继续排。哇塞，精灵球出奇迹啦！今天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哦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拜托，拜托，好不好？从表情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抓到吧？没错，我是个演艺大师。下一场，好不好？我再打个三场，假设没抓下来，就算了。而这三场如果也没有遇到，也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如浮云。结果连续三场，一场梦幻都没遇到，连加赛都没有，整个一场梦幻都没碰到。What the hell？ 等僵尸猪来，我再买那个左回旋的陀螺。中华队加油啊！他们准备回家来去做一个总结，以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呢有收到北市有被撤机台的消息，这个我看了就觉得哇，好多机台都被撤掉了，好夸张，好夸张。
OK， 咱们回到家里啊，今天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打到，超级可惜。在这个 Rush 六弹开始到现在，我一直不断的在钻研着咱们的究极对战，对五星的这个对战的模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刚开的前几日，明明自己打的分数都还算蛮高的，不知为何，从大概过了半个月之后，明明是相同的组合，但我再也打不出那曾经辉煌的高分了，有点让我匪夷所思，以及对于他的分数机制，就有点看不明白了，你知道？在打台的这段期间呢，我也收到来自保友们的一些消息，就有在讲说，雪兔，你有去看一下那个机台移动公告吗？我就看了一下，细数了一下这一次撤机的清单，其实第一波就已经蛮多嘞，六七十间店都被撤机了，双北地区占了95%，真的是95%以上，只有3处不是在双北，苗栗县、台南市跟高雄市这3间，这些被撤离的机台点呢，也是有新增的点。新增的点，我这样看下来，好像虽然没有比撤的多，双北地区所新增的点10到15个机台而已，没那么多。会把北市的机台的密集度下降了一些，全台各地的机台趋于均值，好事吧？应该啦，好不好？应该算是个好事。整体上来讲，哇，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啦，对吧？因为这些法案的问题本来就应该早的先定好规则，不然的话不希望下一个机台 MetaStar 会出什么样的乱子。然后也很好笑的事情，在前阵子雪兔在观看我们 MetaStar 就下一个机台的新讯息的时候，有看到有人在发布在111年的经济部审核 MetaStar 的报告上讲说，我们的 ID 卡没了。先跟各位来细说一下， MetaStar 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最终确定版，这些消息基本上大家只能猜，不大会有正确的讯息，在还没有最终确定版之前，都只是猜测，没有确定无此项功能。 ID 卡是否会有，我只能讲还是个未知数，都是个未知数。如果直接听信了一些小道消息并且直接谩骂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太年轻了，各位啊！任何的消息都要听看听，更何况这个资讯还是前年的东东，你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是有些许过时啦。倘若有最新的消息，更确实的消息来源的话，作为你们的宝可梦机台创作者，雪兔绝对会第一时间发布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。只是现在呢，真的全部都还是未知数啦。接下来的活动呢，没意外在8月份，雪兔会有2个会是比较重大的。第一个是8月11号的台中梦幻杯，雪兔会出现。8月25号，雪兔会有一场在桃园一客馆的活动。8月期间，雪兔也会有我们的高磊全图鉴义卖的活动，包括 Trita 的图鉴啦，因为我觉得能卖多少是多少，反正那一些钱都是拿去捐赠的，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朋友，我雪兔，我就下期的影片再见啦，各位拜拜拜拜。